大赛都投得不错的林月平，怎么不拉出来先发？被期待很高的中华队的国手，这个球打成一个内野的滚地球，后来手接到，确确实实觉得，哦，我们先回到场上，这一个球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一个选择，但结果是，因为毕竟我们也因为整个教练掌握度了哈。这个球是一个内野的反弹球，接到之后快传到一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我们在99年跟很正常的一个现象。99年那时候，水准啊或各方面可能都让当时带兵的林华伟总教练有点在来跟日韩来做一个抗衡。所以我想，不过你可以看到高度上面，比如说潘威伦啊，那可能就是只差一分，所以是很可惜的。哇，这一球还是是先发投手的状况，不会比得四分啊，但是你觉得就一场半原因，然后前一个半局表现不太稳定，球哦，这个是冠亚，不过他是速球派的，看样子也不太适合对韩国的最好的一个情形。救援防御率比较高，在 NBC 大赛还可以，但输赛我近几年他也是在整个国际赛当中呢逐渐的磨练出来。好球，那比较细心的球迷呢相信一定会发现我一样，任何事情我们都小心翼翼的维持昨天呢就好，我们改变一下灯子阿奎啊。哦，好球你就打，白场的一个球赛里面呢，他一上来每一个第一个球就牵制，然后这个投球的动作又大呢，让捕手呢真的好的捕就是要打球，就说我们会今天四次上场一起结束的时候呢，可能有多多少少呢在做一个热身的一个动作。林月平在七局下半整整投了一轮 OK， 好，那我们强攻还是盗垒还是短打？哦，牵制一垒，哇！哦，削到好球带，这个直球，哇！彭振明挥棒落空，三球被三振了，两出局。143公里的直球，哇！哇！现再一颗是雕塑球了，这边146公里快速球，林奕泉挥棒落，想尽办法，我想都给中华队支持就对了。两出局，球数一好三。今天林月平好好投呢，还蛮有机会的。这个球呢，投完比赛，对，有可能就让他持续，只要状况不错的话，可能会让他持续的。黄仲义呢，在前面的三次打击当中呢，有一支安打的演出。东哥的强项，他在季后赛大家应该都蛮有印象，打击率都不算理想，平局。那目前还是进入到第三局的投球，这个球要考验。哦，150公里，球又压。两好三坏，要来个硬碰硬吗？速球来喽！减四分的差距来到了八局的上半，情势当然对地主队是比较有利的。这球挥棒落空。吹到145，但这球是挥棒落空。哇，虽然是一半一半的对决了，两个人各占上风，各有一些优势。挥棒落空，哇，这是144公里，然后打击是陈江吧。这球结果形成了插到背骨，打击的陈江河遭到了三振，一出局。是第五棒的曾家显，曾家显今天四个打出一支安打，那一支安打非常的重要哦，带有两分的打点，帮助中信金队在三局上半了取得领先。哇，也是享受了，也是享受啊，难得在国内看到150以上的，而且搞不好连发，哦，连发了，连发了，偶尔出一个150的，那不过瘾，现在要跟连发，那真的是很过瘾啊。意思是说车速箱有问题就对了。我没有这样讲。连发的失误率比较少了。对，连发的失误率比较154。
随队去的这些呢，都要帮忙。李文生总教练柯震东他说：“哇，结果这个球罗周焕没有出棒，没有出棒就等着被三振吧。”潘武雄跟郭代奇。吹平给三振了，郭秋炳。到六号的胡平焕上来代打，五小正想好的位置。哦，变化球员，回棒落空，快速球，郭秋炳飙出了147公里，快速球，三振掉了，代打了胡平焕。七局上半 ，SK 飞龙队三正三下没有得分。147公里的速球三振掉了，陈志鹏一出局，在重心不稳的情况哦，还有传球的那个速度还那么快，又空手抓球确实不容易，嗯，却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刺杀。哇，一他的这个能力值的设定，打一个是徒手接球，他刚刚那个就是用 power C 啊走力。快速球飙到150，对，现场积分板是给150了。哇，追个球，再见三振，150公里的快速。打击轮到是第四棒的张泰山。那个说起来就是那个盗垒也算是一个败笔。接完。回棒落空，这个球来到了150公里。两号三换满球数，两出局，球一出手，垒上的跑者一二垒就要往前冲了，回棒落空，再见。